让我瞅瞅今天玩点啥，不知道昨天拆的捡漏盲盒的那几个值不值，就你们啦。先来这个假水，质感咣咣的，好像果冻一样，戳下去很实，有种硅胶感，打个泡试试。呜呼，居然这么容易，而且泡泡不容易破。教你们一个玩这种假水大泡泡的小方法，让假水自然向四周流动，不要用力去扯，流动的面积大了，这样轻轻拉起来再甩出去，拉出来的泡泡又大还不容易破，看吧，这样玩好像变魔术一样，这个假水基本可以打满分了，感觉这一个就完全回本了。再看看这个像抹茶一样的泥，这样戳上去很实也很立面，但是戳声感觉哪里不对，有种水声。好家伙，我知道哪里不对了，这怎么一扯就断，拉伸直接断层，居然还能从中间断开起泡。就这样吧。最后一个是我发现里面有头发的那盒，哎，这盒泥好像糯米胶的手感，这样扯到多长都不会破，太神奇了吧。拉伸需要用点力气，但是完全不会断，这种质感的泥一定要玩吹泡泡。呜呼，太好玩啦，10块钱买的捡漏盲盒你们觉得值吗？